8月24号，有超多网友宝宝纷纷爆料称，在重庆偶遇杨幂。只见被爆料的照片中，我们的大幂幂一身全黑打扮，撑着一把黑色的雨伞，双腿纤细。尽管打扮得如此低调，还是颜值满分啊！有观众猜测，大幂幂这是在拍电影《刺杀小说家》呢。怎么全世界都在偶遇呀，姥姥也要求偶遇。话说自从与刘恺威的离婚风波之后，大幂幂就似乎鲜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，大家都在对这一家子的事儿好奇。不过是是非非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观众们只需要安静守候好作品就可以啦。大幂幂认真工作呀，让新作品早日与我们见面，大家都超级期待了。芒果拉新闻，希望大幂幂永远开心哦。报道。